哦，房间的格局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小房间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住，然后这边是前面的客厅啊，这边它现在是关起来，但是可以出入的，所以从大马路的啊是接这个客厅，啊，客厅不错哈，OK，很亮很漂亮，然后房间总共有一间。四间，两间三间四间，哦，四间房间，OK，好，待会啊，可以参观一下啊。然后前面那个就是中间主的卧室。主卧室，哦，这个是有套房的哦。好，那第二个客厅跟那个后面的，后面的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后面 OK，厨房的，不是不是，厨房在这边。哦，厨房在这里，哎哎哎。哦，OK。这边好，是晒衣服的地晒衣服的地方哦，好，所以就是只到这边的意思，到这个房间，OK，好，好，这样可以，哦，到时候客人来再麻烦董先生哦，给他看一下，好，谢谢啊，对，谢谢谢谢，不会不会，哎，Hello。